水最美？我最美。你们在讲我最美吗？再一次，今日谁最美？我最美。帅不帅？球队的学生，然后我们来到屏东异地训练，然后现在呢，就是当我们早上训练完毕之后，我们的下午就是会有一些体验的行程。那今天的体验行程就是来到，下田这个地方，这边是下田哦，竹田啊，竹田，说错了，来到竹田这个地方，然后就是给大家做那个浴衣的体验，这样子，对，就这样。